甜美声优接力登场，粉丝挤爆动漫节。我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？台北国际动漫节昨天最后一天，大咖声优接力登场。上午先是动漫《进击的巨人》人气声优井上麻里奈签名会，大批粉丝把现场挤得满满满。今天跟近距离接触，然后让我更兴奋的。那他刚帮你签名的时候，你有跟他说什么话吗？我说那个马里奈的小姐，我马里奈小姐，我都很喜欢你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你阿尔敏的角色，因为他真的很可爱，然后跟你一样可爱这样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那个请多多指教，然后多多去感谢我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鞠躬这样。OK， 你看我跟你说谢谢啊。对对对，那就很爽，让我超爽。接着，声优矽谷佳正登场，把女粉丝们逗得乐开怀。我已经有水了，打这个字怎么办？因为他的声音就是有的角色可以很活泼，然后又可以很沉稳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然后再加上他本人在日本的活动出场的时候也都非常有趣，然后非常喜欢他。下午，《火影忍者》声优中村千惠举办签名会，粉丝再度塞爆会场，很感动啊！然后刚刚一直很兴奋，处于在亢奋的状态下。对，那你有跟他表达你这样子的感觉？有，然后我跟他说等3年，好感动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